这位小朋友，那里不能进去啦。其实我们有肌肉。不用摇了啦，那不是门呐、啊。他们要的我已经开门要做好了。小铁。小铁。他要洗衣服了。你要洗衣服哦。你要干嘛啊？终于给你找到一个东西可以玩的。好了好了，刚刚车子上挤过来的不是吧？不是。